负责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没有什么好害怕的。全军出击。我知道是什么潜伏在黑暗之中。蜘蛛可以做无药之火。是吗？只有26斤啊，厉害呀、三级装了一波上路，但是对面打野可能也在附近的。这边先给他一个眼，这个眼位能看对面打野的第二波动向，他们的野区刷新我们给收一下，因为他也是小鸡开的，我也是小鸡开的，对面辅助来找我了。大家可能在这里的，但队友小心一点，没有在，还行。小龙马上刷新了，该回家的，中单没有闪现了。
曹冲小龙没了，我就是神龙，这得拿两个被动。我刚应该去看小龙的，我真的蠢。他挖掘机就在下路的，要不在偷小龙，要不在反蹲下路。我看小龙就舒服的。挖掘机在，我进去打曹冲去了。老板也把经济收掉，就上去了，就上去了，就赶紧往上赶一下，他们应该第一时间打不死的，打不死的话他们就不要炸，只要他往后撤，就这一只好了，这波我不能去，咱队把这线带走，皮肤可以用西红之月死亡战犯都不错，然后防我们的下半野区经济的三组野怪啊，黑的时候翻译起来，把上河界打一下。这挖掘机这个时候还没回家，他们家的蓝还在的，抓一波上吧，没必要去打蓝 buff 的，他们上路拼得很凶的，回家的话呢，乌鸦之祸做一下了，小龙要刷新20秒，这波可以先打那个
先打这个商狼，然后动一些小龙，也可以先打这边的小鸡更好一点，因为打挖掘机在附近的，在上路附近的。把小鸡打了，不让他反野怪就好了，不然他这不又要反两组野怪的。还可以当荒翼是吧？他没屏障的。他们在挖掘机在打超冲的。但是这个下路对面又不打。把他们小鸡拿一下，要控一下他们的野区经济。我们的中单往上走了，主要控野区有点危险。毕竟这个地方刚有眼的，好像被排过了吧？这个眼，挖掘机也在上面。这不搞，哎。一刀就可以杀了。这不我有点蠢了，我是不是应该去杀，但是我不去，他有闪现的，我其实不管这个 ADC 就好了，我等对面 ADC 过来了把 ADC 杀就好了。一刀我大招好了，大招好可以再杀对面德莱文的，他一直接残血了已经。泰坦回家了，这一波第一时间回家的话，我想等那个泰坦来的。新英雄不好玩。赶紧往下走。他动不得野区的呀。我们现在商位商铺比对面差的，我装备挺好的。对面不敢打的应该。把下路一塔，把中路一塔赶紧拔了。可惜了，下路先掉了。
这 TP 干嘛？小龙刚好刷新，这把也挺舒服的。哇，这 TP 对面还等他下来，想杀他，结果没杀掉，好像巨龙空了。但是死了，我们直播就打不了了。他们的野区刷新了，可以全收一下了。小鸡已经刷新，我们有那个蓝蛋的跑得比较快。哇，挖掘机，挖掘机，这不可以打，可以打，他们少人了，少两个人，这不他要死。 Q 墙壁啊，这不 Q 墙壁吗？ Q 墙壁然后加大招，不是必中的。你看我都会，我这种不玩辅助的人都知道这个操作。他想拆这个伊塔的，不拆伊塔的话我们就不去了，不够灵性。这个墙可以过去的，我刚刚自己没 Q 过去。他们下雨是心境没有被反，下装备把影焰做一下，升十二级去打河蟹。要把影焰刷出来才行的。我可以反对他下路的，但是我得从后面过来，这有挖掘机在的。挖掘机在那个上面去的。这个特效也太好听了吧！一刀，秒得稳就好了。二打拆一下，回来了没关系的，可以打。先解决挖掘机，再解决盔。因为这把对面中，我们家中路跟上路全是物理英雄，我伤害很高，对面不会出魔幻的。上路给他全破就好了，走。大龙要刷新了，得走。回家可以做影焰的，影焰做出来的话呢，有钱可以来个金身的，还差100块钱。
2500的话可以做金身带针眼。小龙30秒，我们把针眼放到那个直播线往上靠一下吧，因为挖掘机这一波从下路刷上来的。我们在这个地方等一下对面派克过来，派克躲在这里面的。就这一阵好了，一刀枪把这刀躲了 ，Q 一下追，把刀拿一下，他们小龙打不了的。一个 Q 直接秒了，哇，没秒掉，这么肉吗？还有大招的，我有金身在，没关系。一没我好，差一秒钟 CD 好像。剑魔这个皮肤是真帅，我不知道是什么皮肤，好像是海魔至尊。这皮肤是真帅，真的。我是剑魔，我一定会入手这个皮肤。他主要是杀人的时候，有那种很感觉很好，走路也感觉轻飘飘的，你看没有？走路会把，他只要脱杖之后会把这个剑放到自己的背后去。牙的话还没好。这个是要活动吗？挖掘没有闪现了，全队继续追的，我们碰不到对面 ADC， 只能先解决魁。